哎呦，这球在界内哦。反手拍扫回来的球啊，尤其是这种后场的吊球，通常都不容易吊得很高，吊得很到位。这球就是吊短了。那不管是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，这种回球只要一短，又是高球过来，就很容易挨到对方的扣杀。再来，再扣，没戏了，2-1。这个球放得真好啊，英特诺，3-1。漂亮，回球的质量一旦弱，马上就被轰了，4-1。连续的掉分了，哈哈，这个球回挑已经是慢了，还明显的慢了，6-1。漂亮啊，绕头的直线，这个角度呢是他的凌空跳起来之后所打出来的。出界喽，偏掉了李雪芮，9-3。
放，但是放的质量不够，4-9。球爬过来的，哇！今天已经出现了两次啊，这种像溜溜球过山一样的小球啊，还在往上顿了一下才往下掉。还有啊，多了6-10。7-10。